下斜方肌呢，它可以产生什么？让肩胛骨下降，肩胛骨往下走啊，同时它也可以做一个上回旋，哎，上回旋这个动作啊。我们反过来看呢，就是在这儿啊，我们看这样上回旋，这就是外啊，这是内，就这样做一个上回旋啊，它是功能是干这个。那么还有呢，它可以上啊，我们说单侧的话，它可以头向侧去啊，单侧头向侧去啊，所以很多病人来了，你看他这个歪着脖来了，一有刚才的胸锁肚随肌抽筋，第二个还有斜方肌啊，另外呢他向同侧去以后，他还向对侧一个旋转啊，头部向对侧一个转啊，这个要注意。另外呢他两侧的斜方肌一收缩啊，还可以使头后仰抬头，它可以抬头，它脊柱就伸直了啊，这是它的功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功能，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啊，有没有？这是上斜方肌在上面，哎，中间斜方肌在中间，肌束是向外，肩峰，啊，上斜方肌，啊，从这儿斜向下，下斜方肌是斜向上，啊，整个成一个扇面状，啊，斜方肌的一个整个一个状态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到治的时候，治疗上斜方肌就在这儿，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不是啊，按我们过去的方法来治，怎么我们过去方法怎么治啊？还记得吧？我们过去方法就是压嘛，就是指压嘛，压哪儿？指压什么？肩颈穴，使劲压，打筋膜，咵压下去，啊，疼得半死，这手就麻了，对吧？上回讲过，这都很危险，不能往下。所以我们现在的动作设计一定要往上，千万千万不能往下。这儿有什么肩胛上神经，啊，臂丛神经，还有呢，它也串到哪儿？臂丛神经到手了，你压完之后手就麻了，啊，别往下，能往上尽量往上，这个就是向上的手法做，不要向下压的方法啊。任何地方，你说用往下压的方法，就是错，过时啊，啊。不能让他再坐下去了，所以我们尽量让他往上走，不要往下按，这个对我们来说相当安全可靠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所以啊，这个是斜方肌，那我们待会儿说说怎么治啊。哎，斜方肌在这儿，上斜方肌、中斜方肌、下斜方肌啊，好，旋拨法，你就可以扶在上斜方肌啊这个边，因为它起在上象限嘛，二分之一它起在这儿啊，扶它以后它的边儿这么下来，对吧？所以扶着它边儿，你根本就不要动手啊，不用动太多，你可以让头动，那么这个头旋转向左啊，从左啊向右这么旋转，这样走，哎，这么转。嗯，回去，再旋转，再回去，再旋转，再回去，就可以了。为什么？如果你不是这么操作啊，而是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揉啊，我们过去都这样在上面揉，胸锁乳突肌啊也好啊，上斜方肌也好，这都是我们过去这样。还有呢，我们过去这样，不管是趴着还是坐的，我们都过去，看到没有？啊，还有什么胳膊肘压，看到没有？还有什么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扣肌肌啊，还有什么双手肌、小鱼际肌，对吧？都是向下的。这些方法呢就引起了很多的啊，我们说损伤啊，肌肉啊容易引起发炎，对吧？所以尽量不要用过去的旧的方法，我们呢就是给它改一改啊。当然了，你坐着也行，躺
的也行，不一定非得完全做的。有人他做不了，他腰疼他坐不住，他椎间盘突出，他有脖子疼，你说到底让他怎么做？当然要躺着治了。那躺着对椎间盘突出很好，你来治脖子正好，躺着他坐着不舒服嘛。正常你坐着躺着走都没关系了。但是通常来讲，像治脖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躺着。不过有的人他只能坐着，你像上礼拜来一个病人，他就是坐着，他不要躺。他说你躺着不舒服，躺着啊就是要坐着，所以那你得坐着，坐着话怎么治，就是一个手要放在他的斜方肌的通道上第二个就是扶着头部，第二扶着头部，头部呢你别向同侧转，当你向同侧转的时候，这个手呢也做一点点轻度的旋转。就这样旋转。好，我来操作一遍啊，大家看，这么做。手放在上斜方肌的边儿啊，放在上斜方肌的边儿，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啊，放这儿，这手放在头上，转头，转头，新手啊，新。轻再勾一下，勾着拨一下，怎么办呢？实际的操作怎么做呢？这样，对不对？手扶在上斜方肌的边儿，然后呢，转头，向同侧转，这样，这样以后，它条索痉挛的那一个，我们说紧张的肌肉，在做了这种轻轻的。拨法的时候，缓慢的拨法的时候就松开了，如果你还没有松开，你觉得还紧，好，那再从上到下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拨一下，再做一遍。一般来讲三次左右，最多五次，也就松了，从上到下一点一点就给它拨，它就可以松掉了，这样，使劲这样。这样，挺好。这就是我们说旋转位下的一个拨法，简单吧？坐位也行，当然了，躺着也行。待会我们再介绍躺着。所以这个方法呢，在治的时候，病人也挺能接受的只要他能坐得住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有人说他坐不住，腰也不舒服。做不了，像椎间盘突出，他有脖子疼，你怎么办？你就躺着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动作是坐位下的一个旋转拨法，旋转拨法就这，再重复一遍扶着头，扶着头的时候，让头向同侧转，主力拇指呢，就是放在它条条索索、僵僵紧紧的部位不动，就放顶着不动。这拇指不动，让它转头，转头的同时呢，这个手勾，就这样就好了，就很快就松掉。这么一做，它条条索索、紧紧张张的所有的这些部位，通过这一个旋转的动态的一个拨法，可以立即松开。这个是我们说目前来看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治疗条条索索僵硬筋非常好的方法。但还有一个问题，他里头有一个小关节位置不齐。你看礼拜六昨天来的病人就是他治了一次小关节不齐错位。小关节不齐呢，他呢我们说怎么做，我们像上次上上次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小关节错位。向对侧转你扶在这儿这是有病的假如说这有病的，我们扶在哪儿呢？扶在它横突我们说第一我们说关节横向侧摆错位了，对吧？扶在横突关节往前转，一边旋转一边让它脖子也转那是扶第一节错位的，我们讲过了。那现在呢，假如说
它扶哪儿？你可以扶在斜方肌的边儿，这是一个肌肉痉挛。如果它小关节错位，是在别的小关节错位，比如说下边三啊、四啊、五啊小关节错位，不管是哪节错位，你就放在后关节突关节，哎，放在这个后边，放在这个地方呢，再旋转它的头部，看到没有？这样旋转头部，不要使劲压它啊！记住，我们上回讲过一次，千万千万不可以在关节囊上边使劲去压，为什么？上回也讲了，它是交感神经啊，在这个关节囊上方，你如果给它用大力去按去压，坏了，是吧？它就产生什么？一，疼痛；二，水肿；第三，它可以传导到相关的啊，引起神经根的水肿症状啊，所以不要放在啊有很多神经根地方来操作，离神经的地方远一点啊，不要弄到什么根部去。所以你比如说，假如说突然突出了，突出以后呢，下边顶着手了，对吧？非常就是你压到神经根，这它就到手串麻了啊！你千万不能让它串到手去啊！啊，所以你放在哪儿啊？你要小关节错位的时候，这个它不是这个肌肉抽筋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扶在关节囊啊后边关节突的时候，你就做旋转，不要压，你什么都不要动，你就让它做旋转。这跟我们第一次讲的那个，我们说横突、横向侧摆错位是一样的道理。它这节啊，你摸它哦，顶手了，就是关节跟关节呢，它往后错位了啊。你们看这个，看这个比较清楚。嗯，看这个，假如说你摸在一二三四五，假如说第五节和第六节或者四五错位吧，也是说四五吧。假如四五错位，你就扶在关节囊，这个关节囊的四五的地方，放在这儿，手放这儿，手放这儿以后，你的旋转向哪转呢？向对侧转，看到没有？你不要向同侧转啊，你向同侧转，它就跑出来了，它就错位了。你要向对侧转，看到没有？向对侧转，上边手扶着让它转，下边手就稍微顶一点。给一点点力，旋转一点，这叫旋拨法。这是治什么？治疗小关节错位。那你说治疗肌肉怎么做啊？治疗肌肉，那好，那你就扶在，不要扶在关节突关节了，你扶哪儿去啊？你就扶在它外边肌肉上，哎，你就扶在它，它一定有一个条索嘛，你扶在条索这不动，让它做什么呢？向你这侧旋，它没有错位啊，记住，所以它就可以向你这侧旋。如果是错位的话，你要想对侧旋，记住了，哎，没有错位的向你这边旋转，向你这边它的旋转的时候呢，你不就扣着它的这个斜方肌的边了吗？是不是道理？一下松开了，啊，等于是做一个拨，它马上就开了，是不是很简单？所以这是两个方法啊，你一要检查到底是错位的还是肌肉就是比较紧的、比较僵啊，你这两个要搞清楚。啊，就这两个方法啊，治疗这个肌肉斜方肌的要考虑到小关节错位有没有，啊，没有错位的直接治肌肉，就像重侧转。如果你觉得它有错位，好，你再扶着关节突关节向对侧转就好了，简单吧？就这么两招啊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定要给它做一个啊，但你手法它也是确诊了。除了你照 X 光片有没有错位，你也可以诊断。同时你在做触诊的时候，你再一摸，哦，这个关节关节很鼓很大，证明什么？它有错位。这在活动受限，脖子一个人落枕了，抽筋儿，动不了，这也是错位的一种方法，诊断。所以你就可以诊断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旋拨法有两个意义，大家记住啊，一个。就是让它调整小关节，调整小关节。再说一遍啊，就是向对侧转，扶着它，你不要推，不要顶。我上回讲过，这小关节关节囊上面有好多什么交感神经啊，你压它，好家伙，它就穿到头上去了，交感神经兴奋头疼了，
哎，你心慌了，你千万不要动，你扶着往那边转，这小关节错位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肌肉，它没有小关节错位，你就可以向左侧旋转，啊，向同侧旋转，啊，向右侧，向右侧旋转，向你这个方向左旋转，啊，明白了吧？第一个呢，错位的是向左侧转，哎，没有错位向右侧转，就行了，就这两个方法。那你就扶的位置不一样，第一个扶在关节囊，第二个扶在肌肉斜方肌边儿。好了，哎，就是旋拨法，这是有两个意义可以做，也挺简单的吧？这里头要注意两个事儿就好了，其他的这是坐位的方法。坐位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它可以调整小关节，是吧？但是你要是躺着可不可以？也可以，其实也可以。躺着调整小关节怎么调整？啊，我们，你看，大家想知道吗？要想知道我就说一下啊。我本来没讲这个啊，不想讲这个，那个怕时间来不及了。如果躺着，要想调整小关节的话是这样，啊，假如说刚才说了也是四五，那你扶在四五这部位的小关节中关节上，然后你让那手扶在下颌这个地方旋转，躺着向对侧旋转，这手轻轻扶着它，用指腹啊，用指腹，用这样，用这个指腹，这样用指腹来扶着啊，扶着它，然后做旋转，看到这样旋转，小关节错位，啊，四五错位就回去了。哎，弄几次以后，你让他，你再让他，啊，自己活动活动，是不是关节角度活动大了？让他自己活动活动，哎，他觉得活动大了，复位就完成了。啊，当然了，吸咔嚓一响，啊，用复位吸的方法，有吸的方法，吸的方法是这样，咔嚓以后咔嚓，快速让他有个响，有个闪动，有个弹响。那我们中医是违法的，不能做，啊，中国可以做，在美国不可以做，啊，就是两个法律不一样，我们还要尊重法律，这也一样啊，这复位方法也很简单，也很容易啊，也不想啊，你也不会被告啊，呵呵，对不对？它也能起到一样作用就好了嘛，对吧？所以找窍门治病，不是说啊，你什么病都得按那个一定的规矩去做啊，我们可以找方法啊，我们可以。找一个安全可靠，那种方法是西医的做的啊，你这个中医没执照，你怎么办？是吧？你又不能违法，对不对？这个麻烦，嗯，好，这是坐着旋转，看到这是一样，你看我手推的，哎，这是向同侧啊，这是旋拨法治肌肉治斜方肌的啊，这时候往这边拉啊，让它往我这个同侧方向旋转，这个时候呢，指腹啊，还有。掌指关节在这儿，我来做一个拨，用掌指关节做一个拨，你看旋转，这拨头呢，斜方肌呢，就做一个来回波动，在这儿来一个，看到没有？在这儿一个波动，哎，它是在这儿，所以重点在这儿，这是只是做一个旋转的动作，哎，帮助他。如果你要自己旋转不行，不能让病人自己旋转，为什么？主动旋转肌肉会僵，肌肉会紧起来。现在明白吗？理解了吗？所以让病人呢不要动，你给他做头上旋转啊，用你的方法，你就用你的手来让他转转转，他的肌肉是松的，你才能治得好，哈哈，记得吧？你才能治疗起来就是比较有效，哈哈，就是说他才能松得比较完全，记住吧？如果你让他自己啊自己转，主动转，啊，你主动转，主动转完之后他就抽筋了啊，主动转就变硬了，不能主动转啊！你看这样子，哎，让你手往这边拉，啊，你看手往下拉，这手不动，你就这手根本不动，或者是你轻轻拨一下，往这拨一下，它在动的时候，你这个手呢，哎，往这边拨一下就行了，哎，两个就是说一起动，这个往这边动，这个往这边动，对吧？就这样，这样，头向右。左手向左，哎，右手向右，左手向左，轻轻拨，不要动太多，也不要用手勾，这不是勾法，记住啊，这不要勾。为什么不要勾？这斜方肌有时候神经啊，哎，这不刚刚看了吗？有这个副神经嘛，所以你副神经串在脑袋上去，脑袋疼了，啊，你不要勾它，你就轻轻用哪儿？用这儿，用这儿，用指腹，或者是。这个掌指关节在这儿，轻轻的头向右转，手
啊，向左转，哎，轻左就旋转，叫旋拨法，哎，非常好。每一个动作它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要求和治疗的特点啊，它治疗哪块肌肉就有哪个方法，哎，不是说什么肌肉都用一个方法，不需要，我们可以啊，这个方法就是旋拨法，就用这个方法就最好。刚才胸锁乳突肌它躺那儿，哎，琴键晃拨法就好了，哎，它每一个动作不一样，你看看坐着就是旋拨，哎，每一个动作每一块肌肉就一个方法，是不是简单吗？我的治疗起来说就说非常的就是对症，对吧？特别好，哎，特别快。好，进行一个旋拨法，好，另外一个旋拨法，另一块放在一个肌肉，这块肌肉旋拨法又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大家看，它是斜角肌，看没有？这个地方它是斜角肌，它有三块斜角肌，前中后啊。这个斜角肌呢，是我们特别要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我们这次再说一下，就是特别对症的一个肌肉啊，就是说斜角肌它正好会引起什么臂丛神经的一个啊出口，间隙的一个狭窄，它进来以后就看个手，说那个臂丛神经牵拉，大家还记得吧？臂丛神经牵拉就是手扶着这儿啊，手顶头嗯牵拉啊，一牵拉，哎呦，穿着手完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斜角肌的出口，第一和第二出口挤压到了，它痉挛了，对不对？所以才穿着手。那你怎么让它放松呢？好，我们就来这个啊，过去的治疗啊。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整个按脖子啊，整个揉啊，啊滚呢，我们一上来就滚啊，这个拿这个小人整个滚，全啊背也滚，肩也滚，脖子也滚，全部都滚，胸也滚，三角肌也滚，整个滚，滚完之后点穴啊，点什么一峰啊，啊风池啊，哎，肩颈啊，拳呐 啊肩中啊，啊这个肩盂啊，啊，通通点啊，屁股啊，这个通通给你点了啊，每个穴给你点，点完之后呢，哎，然后再给你揉一揉啊，啊，除了刚才那个滚以后，再给你揉一揉啊，揉啊，这样，他是这样，他做了一大堆没用的、不对症的这些方法。其实胸锁乳突肌这儿有痉挛的，就一招就可以了，怎么着啊？就是旋拨。你对症就在他抽筋的这些地方做就可以了。还说我别的地方也松，我一块松了，这个全松了，这对他有帮助。你那么费事干什么？有多大帮助？他就这儿抽了，你别的没事，你把好的给弄坏了，到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就要讲究一条：没病的不许碰，听懂了吗？他哪有病，病人来了就是说你检查清楚啊，病人来说啊，我这落枕了，你要检查是哪条，通常落枕就三条，胸锁乳突肌啊，还有呢斜方肌、提肩胛肌，这三条落枕最常见的。你找不一定是都抽筋了，他可能就一条最严重，那你就治那一条，两条严重治两条，三条都有，那好，这三条一起治，你不要好家大把抓，从上到下一起滚了，一起揉啊，一起按了，是不需要的啊。这个也是一样，就对症，怎么对症？就是这个手法啊，所以你只要会这个手法，你会了这个手法，你就可以会了。我们说斜角肌的处理，这非常危险的地方，你要对啊，千万不能乱揉，千万不能揉啊，这地方绝对不能按的，因为它是贴在骨头上的啊。所以呢，它挨着骨头就是贴骨边了，所以你千万不能，也就是神经了，下边就是臂丛神经了，千万不能给它按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哎，但是呢，你治起来，你按我的方法，保证你安全，哎，保证你不会受伤。哎，好，我们看怎么做。好，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也说过一次了啊，斜角肌的这个解剖，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斜角肌呢，前边就是3到6啊，前结 节。啊，指的哪儿？第一的内缘啊，
前几条筋。那么看看这三到六，一二三，三四五六，你看三到六，指在哪儿？第一肋骨的内侧啊，指在这儿，它是前七条筋。那么再看这个，看到没有？三到六从这儿起，指在第一肋骨的内侧里面，里面，里面，啊，这就是前斜角肌的走向。它俩中间，前斜角和中斜角肌俩中间走了一个臂丛神经，从这儿下来。所以你这臂丛神经刚才讲的那个实验，一拉胳膊，抽筋了是哪儿抽？就是前斜角肌和中斜角肌这个间隙狭窄了，压到神经手麻。所以那你不给它把这条松了，你怎么治啊？对不对？你手法揉，使劲揉，全身什么都那上下左右给每个北这全揉了，有帮助吗？没帮助。你就是一定要针对性，针对的这条肌肉松开了，或者这条肌肉松开就可以了。哎，就这么简单。好，再看中斜角肌，中斜角肌呢，它就在刚才说的前斜肌后边，它是二到七。的后结节，刚才是前结节，这三到六前结节，这是二到七的后结节，它也只在第一肋骨，它只在第一肋骨的外侧，看见，啊，有没有？第一肋骨的外侧面，刚才这是内侧面，这是在外侧面，哎，它俩的夹角里头就有一个臂丛神经从里头出来，从这儿一二三四啊五六七八一组成一个束，从这里穿出来。这是中心，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治什么，如果他有臂丛神经阳性实验啊阳性的时候，我们治什么，就在这个一半以上治，记住了啊，你不要下去，下去是什么，他有臂丛神经的什么压迫下窄，你不要到下面，你把这上面松了，底下就自然够长了，他就松了，他就不会，你再做臂丛神经牵拉实验，它就不会抽筋了，它就没事了。所以它这个抽筋，你在用手法的时候，就用在这个以上这一半，就把这条松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在哪儿？在这儿呢，是吧？在这儿二到七，二三四五六七，哎，七的，在这儿，然后只在第一肋骨的外侧面。刚才那是内侧面，这个是外侧面啊，前中。斜角肌后边这个蓝的就是臂丛神经穿出来，要把它松了，你治哪儿就治在这个以上啊，这一半的以上把它松开就完了。你说你不懂解剖，你敢治吗？啊，所以你打这个封闭，就打封闭啊，就是臂丛神经阻滞，你开胳膊，啊，开胳膊开刀，打针就打这个针。所以你如果没有懂得解剖的话，你怎么敢打？是吧？非常危险，啊，这是后斜角肌，好。我们先说说后斜角肌，后斜角肌是五到七啊，它是横突的后结节，指在哪儿？第二肋骨，记住不是第一了，它是第二肋骨的中部的粗隆啊。大家看，这是后斜角肌，哎，这是后斜角肌，五到七，五六七，三个五六七，看没三个出来了，指在第二肋骨，刚才是第一肋骨的前是外啊，内和外，这个呢就是第二肋骨的上端。啊，这是后斜角肌。通常我们给他躺着治，可以治到后斜角肌。你坐着治很难知道。啊，你说你使劲戳他，使劲按他，你根本不可能弄到他。这是一，第二个他也松不开啊。那你必须用我们的手法，一会儿教大家上斜方肌和后斜角肌一起治的方法，一会儿有对症的方法是这个。我们现在先说前两根啊，就是这两根怎么治。啊，治这个一半以上。以前呢，有一个 carpenter， 他怎么治呢？他就把俩手啊，他就把俩手就放在这儿，他这么治。斜角肌的病啊，他就放这儿。怎么治？然后喘气儿，吸气儿，呼气儿，吸气儿，呼气儿。哎，这个方法啊 ，carpenter 嘛，吸嘛，安全，不会有问题。但是他已经抽筋儿。能不能好啊？已经硬了，能松开吗？对吧？不可能，所以你得治，不是让他过那放着喘气儿，对吧？这个是
啊，所以我们还是让他们啊做手法，做点手法，怎么做？很简单，就跟刚才一样，旋拨法就好了，就在这儿一半以上，就是你手法不要放在一半以下，一半以下这穿出来就是臂丛神经了，这就不能放了，你放在这一半以上，很简单，看到没有？臂丛神经五六七八一嘛，当然它这穿出来啊，这组成一个束，从这穿出来，这个口后边是什么？中斜角肌，前边就是前斜角肌，它这两个间隙之间就出来臂丛神经，对吧？它一痉挛了，白家它手就麻了，所以你不要让它开口受压嘛，就简单，你不要弄到它们，你弄到肌肉的一半以上就好了，简单的很，看到没有？方法就这样，看到没有？手扶在哪儿呢？斜角肌啊，前斜角肌和中斜角肌的，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坐背旋转的方法一样，就把用什么手法呢？用中指和食指啊，用中指和食指，就是两个放在斜角肌的前沿。我现在这个治的是后斜角肌了，哎，你可以用前斜角肌的话放在它的前斜角肌和中斜角肌的啊所在的部位，是中部以上一半以上，放这儿，放这儿以后呢，给它旋转头部，一样道理啊，你躺着，躺着旋转啊，旋转，看到没？中指为主啊，辅助手指是食指，摆正以后让它旋转，哎，这样旋转的话，它的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波动的作用，叫旋转波动，这叫旋拨法，看到没有？简单吗？哎，旋拨法，这一旋拨法呢，就有针对性的，就把这个前斜角肌和中斜角肌这个抽筋的僵紧的条索松开了，上部这一松开了，整个这一条就松了，你不要动到下边，你动到下边就麻了，穿到手了，啊，所以这地方你叫啊。就是说要小心摆的位置，很小心，其实你根本没动，你只是把手摆着，所以为什么说我的方法又简单又安全，什么女生咱们大家都可以做，原因就是什么？很安全，你是把手摆着这儿而已，对吧？你把手摆着不动，你就转头就好了，关键是要解剖非常熟悉，你要知道这个啊，前面修锁乳突肌啊，这边是斜角肌，哎，中斜角肌和啊前斜角肌，中斜角肌前就旋转就好了。修锁乳突肌呢，你就一捏着它，刚才前面修捏着它晃，来修锁乳前面一捏着它一晃就好了。这个呢是，哎，前中斜角肌，哎，一晃，哎，一拨，一晃，让它一拨着，啊，旋转就好了。一拨一旋转，实际上就是旋转，手不动就好了，就拨动。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但是位置一定要找对了，一定要放在斜方肌、斜角肌和胸锁乳突肌特定的条条索索的部位，你才能奏效，如果你没放对地方，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看这个图片，嗯，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说还有一个胸锁乳突肌和上斜方肌，用一个叫半牵法。什么叫半牵法呢？就半牵法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当一个很抽很紧的啊，很僵很紧的啊，假如说这个上斜方肌这儿啊，这方的，假如说这上斜方肌，在这儿很紧，那你把它稍微给它捏住，捏住以后呢，你让这个头啊向对侧做一个旋转，看没有？这样，你我们都是躺着啊，通常我们就是躺着治，躺着治怎么治呢？还得放下来，看，这样啊，躺着怎么治？捏住上斜方肌这个边儿，后缘这个边儿，或者是后斜角肌的边儿，都可以，就是哪个紧你就放哪儿就好了。捏它用什么拇指、食指
那顶着他捏好啊，摆位，首先要摆好，放好以后将颈定捏住，哎，捏住以后呢，轻轻旋转头部向对侧，向对侧旋转头部的时候，你这个肌肉是不是被上斜方肌被拉长了？当它被拉长的时候，你这个手还在捏着它，它没动，或动了一点，是不是？哪儿被牵拉了？中心点，就是将将紧紧的这个条索部位被稍微的牵拉了一下，看到没有？为什么好？你如果按过去的，我们说大家的 stretch 拉筋，是不是这么拉？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见到人家运动哦，拉筋不是吗？嗯，拉，使劲拉，旋转，使劲转，使劲拉。我经常这么做吗？抽筋了，已经僵了，已经紧了，已经硬了，已经条索了，已经像硬的橡胶皮，你能拉得开吗？这是一。如果它一旦有发炎，一旦有肿，上面有炎症，底下有抽筋，你这么拉它就痛，你根本拉不过去，你说哎呀呀疼，哦筋，根本就动不了，理解了吗？很难动的。就算你动了很多，就他在正好在抽筋状态，你根本不可能松开的。我们说拉筋 stretch， 每天早上上公园动一动，练一练什么，那是好人呢、啊。他也有抽筋，他也有疼啊，或者是他有发炎，也有疼啊，他必须找你治。如果他已经有发炎了，你再做 stretch， 更发。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做这个啊，这个呢只是用在什么呢？半肩法用在抽筋僵紧，条索，哎，用在这个像胶皮一样的概念，哎，用在这儿，记住了，哎，怎么做？很简单，把手扶在啊，再说一遍啊，大家再学起来啊，把这方法学起来，这是特别实用的，我天天用，我每个病人都用，只要有脖子疼都用。啊，大家学起来啊，这是特别对症的，这个地方只有这一方法。记住了，特效，哎，扶着它以后转头，捏着它转头，你这手不要动，不要跟着跑啊，右手不要跟着跑，左手旋转，反复的拉三四回，马上治疗部位的抽筋儿啊，你刚才坐的地方就松了，明白了吗？很简单，就像什么一样，就像提捏晃拨法一样，提捏晃拨法是捏着不动往上提自己晃，我现在呢就牵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一样，等于是提捏晃拨法，只是反方向的一个提捏晃拨法而已，但是我是不动的，不动着它，让它牵，但是你在牵的时候又不是没有固定点的牵，没有定位的牵，我现在是有定位的，你那个 stretch 的话呢，它是没定位的，这么使劲拉，那么这么拉的话呢，是不是就发炎了，就肿起来了，僵着也松不开，所以你让它做一个有定位的一个定点的 stretch，马上紧的地方就没了，立刻松开，几次啊？三次就好了，两三次啊，一般的两三次，你顶着这个地方两三次就好了，你这样好了再换一个又两三次，这个点两三次，每一个地方都两三次，好了，这条斜方肌或者是后斜方肌就好了，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秘诀，这个就是一个让上斜方肌肩部僵紧紧松弛的快速的方法。
啊，要不是很快啊，就是说让它呢不是那么紧的情况下，你不用啊，你可以用啊别的方法，像这个也是一样，胸锁乳突肌，你像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向对侧转半天啊，你看没有？这胸锁乳突肌呢，捏住它，这胸锁乳突肌胸头锁骨头，指在乳突啊，你捏着它以后不动，它这个转啊，像转头，这个这松了，你再扶着这儿，再往下一点，它再转头，再往下点，再转头啊，或者再往上也行，这儿还没弄到，你再手扶在上面，再转，再往上转，根本就不用使劲，根本不许揉，用不到揉，你也不要按，不就好了吗？胸锁乳突肌马上松开，对症啊，而且它也不会串到头，对不对？所以治疗什么原则？大家还记得吗？向上啊，最大的原则就是向上，记住吗？我们这个手法把它改了，过去推拿都是向上向下，对不对？上回讲了，我们现在都改成向上，或者是最多平啊，平的波法是平的而已，绝对不往下，见到没有？哎，好就好在这儿，所以你也不要用的力太大，你扶着它也不要捏得太紧，你看没有？你不要捏紧，你看我这手中间留多大缝啊，我根本就没有使劲，我就把稍微的捏一点，没有太使劲，因为它这里有副神经，你按太大劲儿串着头了，你串头我还麻烦，还得勾勾头，你要没串我就不用勾头了，是吧？这一松了扎着，简单吗？所以治病啊要动脑子啊，这个看病就是个艺术啊，治病手法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有学问的一个艺术，这可不是按摩匠马萨技师那些马萨技工按摩工，这可绝对不是的，这讲的技巧，讲的什么解剖，讲的什么气血通畅啊，这是我们古人讲的那个，上回讲过了，让病人不知其苦方为手法也，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古人说的一个啊技巧，就是你在这看病干什么呢？就讲技巧，所以你说我们讲治脖子就这么几招，好啊，你这个肌肉我就用这个方法，那个肌肉我就那个方法，大道至简，所以就不管你什么样的，你人就是长这样，你除非来个动物，咱们不知道动物解剖怎么样，还得学动物解剖，人他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学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来个大象，那我们不知道，你个老虎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来狗什么样我还得学习学习，对吧？你现在就是人，现在我们学好了，我们就是人就这么做，就是这么几条肌肉就完了，很简单，有几条肌肉就这么治。所以你把每条肌肉长的啊，就是从哪儿到哪儿记住了啊，它的功能是什么搞清楚了，好了，捏住它啊，晃一晃好了，就是每一条都这样做，是不是很简单？大家把这个复习一下就好了，所以说是这个脖子非常简单的啊。好，还有一个啊，刚才讲了这个洗脚机啊，洗脚机的洗脚机除了刚才呢你这个旋转的啊旋拨法以外，还加一个勾旋拨法，就是把手勾起来，如果这个肌肉很硬，就是在旋转，刚才你这个旋转的情况下啊，在头做旋转的时候，你把手翘一点，很硬的时候你就这么一点翘一点就够了，就比较快，就很快，你比如放在洗脚机这儿啊，前斜中脚机放在一半以上，你就放着不动，把手勾一下，这样把手勾一点，勾一点放这儿，再旋转，好，就这么一下好了，不需要大力，而且这儿也不能大力，对吧？所以一定要小心啊！所以这个方法这么简单，你看，勾着洗脚机，洗脚机前洗脚机、中洗脚机、后洗脚机，就这儿。这现在是治了后洗脚机，啊，就是这样，勾后洗脚机，很简单，因为后洗脚机啊很硬，大部分人的后洗脚机特别紧，它虽然没压到神经，它不会引起手麻，但是它特别紧，所以你就这么个方法，就
加一个旋，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加一个勾呢？在后斜角肌加一个勾啊？因为后斜角肌这个地方啊，受伤的比较多，啊，时间啊，大家耽误太久，根本就没有动，啊，特别多，所以它呢很僵很紧，所以在后斜角肌的地方，不像刚才前面那个前中斜角肌是旋拨法是平的，手平的，哎，一转头就完了。这个呢要勾手，把手勾起来，叫勾旋，怎么样？它自动拨了，哎，就因为它太硬了，所以我给它勾一下，怎么样？很简单吧，手勾起来就好了。所以方法也是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小技巧。就治了大病，就治了很僵很紧的病，是不是、啊、所以特别容易，所以我把那个诀窍都告诉大家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啊，不管你走到哪儿，对症就这么用。你只要把这个啊这一块，我们的后斜角肌啊，或者是啊这个在我们平的话啊，我们说旋拨法不加勾，哎，在前中斜角肌放啊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绝对好啊，绝对比别的方法要安全，关键是安全，而且还有效啊！这个是我们的所啊，这个有针对性啊。我们把这个针对性的方法都告诉大家啊，大家呢在临床用的时候啊就比较好，因为这不像我们在学校教书，学校学生很麻烦，为什么麻烦？我教他对症的方法，他考试的时候还按书考，还又滚了又推呀、啊，又按了又点了又是压呀、啊，哇塞！你说怎么办呢？你考试的时候就得按那个，那考试嘛，你全国统一一本书啊，你不能说按我这个弄啊。所以你治的时候呢，让他回到诊所啊，或者实习的时候就按我这个，那不乱转套啊？他们一初学他不懂啊，对不对？大家没有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毕业了，把旧的东西都丢掉，啊，就按你新的做，你就会吃得饱，睡得着，安安心心过日子。啊，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你提心吊胆，哎呀，这个怎么这么治？啊，这个病人怎么治完疼了啊？那个病人怎么没好啊？你天天担心，你用这个方法，保证特别心里头有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一个也不会坏，是吧？对症嘛，所以说方法简单嘛。老祖宗的稿子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为什么那么就是脑子瓜不开窍，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把人，对不对？这太危险了，所以说。越觉得越做医越害怕，为什么越害怕？都是在错误的做治疗，都是在错误的方向在那儿乱搞啊！我们现在回归正统啊，回归到我们手法里边去，找回经典啊，找回啊我们古人的这些啊好的方法来，把它总结出来，把它应用上去，继承发扬。这个是特别重要啊，千万不能说啊，我这个师傅你看多棒，我买那个肌肉这么块，一个胳膊这么粗，这按的是好像你是功夫啊，你还是治病啊，这就能用那么大劲吗？那把脖子咔咔是那么扳扳，能在这儿用得上，这条肌肉用不着那么扳，也不用矫正那种瞎扳那么的，这不是这个关节的问题，这是肌肉的问题。你把这肌肉对正，啪啪弄两下，好了就行了，不需要再碰它，就是这样，轻巧而治病，啊，好。后枕肌啊，后枕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条条索索，也是很简单，有几种方法。为什么说后枕肌这儿？大部分这后枕肌就在这儿，后枕肌，我们两侧的后枕肌在这儿。这块肌肉呢，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老低头，啊，老低头以后打电脑啊。小单啊，车祸啊，摔呀、啊，摔倒地地梆撞的时候，这是比较少，但大部分都是啊打电脑，这是打啊，就是经常低头，这是常见的啊。还有呢，有的人呢，这个地方呢，经常发现什么，做按摩做坏来，哎呀，就是做按摩啊，使劲在什么风池啊，什么风府啊，什么是按后枕肌啊，这使压呀，使劲按呐、啊，按住！我告诉大家，这儿千万不能碰，一它会引起耳鸣。记住，耳鸣怎么来的？坐飞机啊，感冒的时候坐飞机一下降，
耳朵就压坏了，耳鸣啊，这常见的啊。凡是耳鸣，你问他有没有坐飞机，有没有感冒时坐飞机啊。第二个，但是听音乐，梆梆梆的音乐那么响，啊，长期这么来坏了啊。还有呢，我们说就是按压按坏，压按压压坏啊，耳鸣原因大部分就是这么多。当然了。还有什么肾虚耳鸣啊？哎，滋滋叫，没什么原因，第二天耳鸣。对，肾虚原什么？肾气耗费过度，那是肾虚。嗯，梆梆梆这么响，这都是胆经的问题。肾虚的滋滋的，那是慢性形成，那是一个什么肾虚引起的，经常耗费肾精，啊，所以补肾气特别重要，啊，所以这地儿也不能按呐，你按它，它也会耳鸣了，肌肉也发炎了，记住了，所以后诊记。这儿按完之后一疼跑哪儿去了？跑后头了，整个都疼了。这不是什么耳大神经在这儿，耳小神经啊，枕大神经跟小神经都在这儿串头上去，所以胸中痛击按完就串头上去了。为什么？副神经，对不对？斜方肌也是副神经往外跑，别这么大劲儿，轻轻的治，好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期啊，安全的说话。后诊期怎么治？就是说你已经水肿来了，比如弄坏了，弄坏了，他就来找你弄，给他修理好，像汽车一样，这儿坏那儿坏，他不找你的修车厂吗？那你怎么把他这修理好？就是这样的意思，怎么修啊？好，看，这样，怎么样？一样，有两种方法，后诊肌呢就跟刚才一样，啊，放在这儿，周转它。旋转，就放在后诊肌上做一旋转，啊，就好了，旋转捏晃就好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刚才是旋转拨晃，还有一种放捏着它，旋转捏晃，捏着它，捏着它晃，看到没？就好了，捏着它的后诊肌后旋转，它已经肿了，你就不要再往下压了，它已经往下压坏了，你要往上给它提它提升提拉。得让它往上走，你就不能再往下，它已经给摁发炎，它已经压到神经了，串的头了，你再往下压不是更疼了吗？更发炎了吗？你再重复就是它的动作，重复它的动作就重复受伤啊，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提捏着它，你看提住，提它旋转往上一动，水就走了。我们说水肿消除法，我们上回讲过水肿消除法怎么消，水肿消除法就是捏着它以后一晃，水肿不能消了，对不对？简单吗？旋转啊，再加旋转，你要是不捏它，一旋转一拨，水就也下去。拨我们说是治里头的，一捏它是指上门中，但旋转轻轻一晃，肿瘤也可以消，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条索你就够着，勾着它波动就好了，没有条索，肿的就捏着它，晃，就这两条。来的人不外乎就是两条。当然了，它有急应急，有亚急应急和慢应急。慢应急一定是僵，你就勾波；亚急应急你又可以勾波，也可以捏晃。急应急的话，你就旋转，然后加上捏晃，就完了，就这么三个动作。根据它的急症、慢症，你简单说吧，就一个急的，一个慢，完了，或者一个急的、亚急的，也可以，就分俩，哎。第一个啊，疼得很厉害，肿捏坏了，好，我捏它一拳啊。第二个哦，不那么急啊，一摸是硬的 ，OK， 那就这样勾它旋转，好，后诊肌就这么说，千万别往下压，对吧？这后边是什么？这里边就是脑子啊，你这风池丰富压坏了，一定跑在什么听神经的第八对脑神经，对吧？所以千万。一定要掌握力度，恰到好处。在头上的治疗一定要轻，不能用力。当然了，全身都要轻，但是这里头尤其要轻啊，尤其是不能用力啊。所以治疗就恰好好处。你看看，这也是一样啊。这样，你看这是在干嘛呢？后诊肌啊，后边这是上面后诊肌，这是什么？斜方肌。后斜方肌都可以，对吧？这都可以，你往上搁，往上搁，搁到后枕头去，就可以到后枕肌了，都可以。好了，
好，这个呢，这仰卧位，胸锁乳突肌向对侧旋转，啊，就这样，扶住胸锁乳突肌，大家可以拍一下，拍一下，扶住胸锁乳突肌向对侧旋转，拍半天，哎，就是这样，干嘛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治疗胸锁乳突肌的地方呢，就是向对侧旋转，它是放松的，啊，它不会紧张。你要向头啊，就是同侧向右侧的话，在右侧的话，你向同侧转的话，它会起胸的你会绷紧，所以你捏着它以后向同侧旋转，哎、啊，捏着它胸锁乳突肌向同侧转，不转同时呢，你就做提捏黄波法，也可以做旋转黄波法，捏黄波，它也不松了，但是不要捏太用力，以防啊副神经啊它就刺痒。穿的头，这是一。第二个呢，半牵法，捏了它以后再旋转，你不动。如果你做半牵法呢，胸锁乳突肌半牵法，你要捏它不动，让头再转，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啊，让头转。你看看头向这个方向转，我这手捏着胸锁乳突肌，这手不动，这边转，简单吧？这也是方法，这也可以让它胸锁乳突肌。做一个半牵，也是快速。记住，凡是一提到半牵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快速松解法，就是没时间了啊，就病人哦迟到了，或者下个病人已经来了，我要该给他扎针灸了，我就一下子就好了。OK， 没空了，没空来，我们就给他，哎，捏着他以后啊，转，躺着，当然躺着啊，一捏一转，啊，马上松，松了。上针下一个就是你没空的时候，我就把半牵法做完啊，紧急情况下使用快速松解法，就这个情况。所以别人啊，所以你看礼拜六这几天每天都很忙啊，所以我每天就给大家发一个片子，我其实照一大堆，都没时间发，没时间写，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大家了解情况就好啊，知道一下，就是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呢效果很快，用半牵法啪啪一下子就松开了啊，你看捏它啊向对侧转，这样哎转回来，捏着不动转，是不是马上松了胸锁乳突肌松这啊，头部在旋转内下捏晃，一边捏着晃着一边让它一边捏晃着一边转，同时呢给它半牵，半牵就是拉长，但是又拉长，它又不会让它肌肉那么受的那么长的牵拉，它是叫做跟刚才一样，跟上斜方肌一样，这就有定点的牵拉，有定点牵拉就把那个抽筋的部分松开，明白了？像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你介绍那个网球肘的情况，网球肘的，就是治完之后网球肘，为什么他们专业人都弄一个什么的？这个橡皮的东西这样，这一个很方块，一个方块压住它，为什么？它在打球，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一卡在这儿的时候，你在打球的力不会跑到肘部了，懂吗？你力不跑到肘部的话，你把力卡在这儿，你在打球的时候呢，旋转的时候呢，它的力没有在这儿，它就不疼了，它力在这儿呢，挡住它，它就不会引起这儿的发炎。哎，他们专业都是这么有这么个东西啊，卡，压着它。当然，我们说好的人他已经好了就不需要，当然没好的时候就可以一边打一边去，他必须得打，怎么办？要训练啊！你一边治他一边练，你不说打着休息不要动了，那是我们打电脑的人啊，你不去打球了，我休息休息俩礼拜可以了。这专业的，他你治完了就又去打了，那怎么办？你不能让他说休息，我们就给群里发那个小孩滑冰的。说治膝盖疼，治完了就滑冰去了，哎，滑完冰了又来了，来了之后再去滑，一天都没休息，它肿着呢，它下去了，治完一次就下去很多了，哎，第二次就直接也都没了，第三次，哎，最后彻底结束，是不是？一样，所以通常就三次，像那个下颌关节那也是三次，这膝盖的它也是三次，其实膝盖两次就好了，因为它有保险，它保险是什么？是海底大保。每次都要自己自付，等于海底捞，等于是跟有跟没有差不多了，所以这三次解决完事儿。但是那个
下关键倒是有保险，有保险，保险还不错，他是不用付，但是这完三次好了，好了，你不能让他再来了，说我啊为了你的保险，我天天让你来，我告诉你，多治一次他就完蛋了，你只能恰到好处，治完了开了，别动，回家自己去，啊，吃饭就行了，慢慢吃饭去了就可以了，你给治完好了，他就不会再回去了。慢慢就好，你说有保险你也不能让来了，为什么？你多来一次，你说没事按，你按一次就发炎一次，你好人你没事点一下他就坏一次，所以好人不许治病。像我们昨天来一个治什么，治老舌头，他的先生是治背疼，这个很多年前以前来的，他说我先生去看另外一个医生，拿这么长针给他扎，他说扎的他没病啊，他说扎的很舒服。我说你没病去扎，扎什么扎？对啊，他根本没疼，他扎的啊，他就扎针，所以他去以前也去过，结果他说害怕，哇，扎那么长针，扎针的很害怕，所以呢，他就不敢去。所以说，哎，这个治病，你说恰到好处，没病别治。很多病人都说，我想过什么来保养保养。我说你不需要保养，你有没有疼？你有没有发炎？你有没有僵啊？有没有紧啊？我说你要是来开我们本来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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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你，但是呢没病你别治，什么道理？你没病你给他按出病来，懂吗？这是危险。比如说他说哦我都没病，但是我觉得紧紧的是一种病，你要说紧好，我可以帮你检查，哦紧把你松开来就完了，用什么松？就现在这种方法就行，他不疼，他没有在急性期，没有在炎症期，当然不疼了，但是他僵和紧就是一种潜在的病，等他一发作非常严重。急性期的时候特别厉害，你把它松开了，它就不会变急性。只要他说他有紧，你就可以治了。他让你来检查，你就可以帮助。如果他不来，呵呵，那是没缘分啊！他不来检查，他不来看你，那是没缘分啊，对不对？你不管看谁，你光扎针你好不了。这么抽的，这么硬，这么紧，你光扎针能好吗？那是天方夜谭，做梦，不可能好的。这样啊。好了，我们现在好，老师，我们现在四点了，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四点四点，好好好。